你光天光成名的主也没关系，继续不是吗？啊，对啊。啊，他们都不用带嘛，对不对？不用讲话。其实还蛮匪夷所思的，因为去唱歌的时候会可以带气氛吗？其实 OK 啦，对啊，就是反正 K 歌嘛，大家 party 嘛，你想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啊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请小侯带一份，带一句好了。哎，孔康老师，好久不见啊！好，那麻烦在这边我念什么，大家跟我念什么。我们不要用 LV， 我们不要抄别人的梗。我们 K 歌要 K 出自己的 style。对，我先下台。出来！等一下，我马上就要他塞印，我就要进去了。我这样出去，然后回去又要30秒，你们是这样拖慢。万一这个时候都在后面插手啊？对啊，来，跟我一起喊 F U N K K， 让我们今天的瑞哈区 paper 入主摇滚名人堂，耶！